그것은 헷갈린다 하나의 시간들 우리 만나볼 만하잖아 安孝燮、金世正主演的室内相亲，甜宠又搞笑的剧情，讨论度超高。先前在电台催华进的 Power Time 进行节目宣传时，他们就有立下收视公约，如果收视突破 10%， 两人会选其中一首 OST 合唱，其中世正还会改编歌词。这是노래를잘还有잘해요잘하잖아요아니요그냥没想到在四日 SBS 就公开金世正、安孝燮合唱 OST Love Maybe。너도용기낼만하잖아이런나라도괜찮다면우리만나볼만하잖아우리서로사랑하잖아왜안해아못하겠어 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另外，金敏奎与薛仁亚在电台两点出道 Call to Show， 被问到会不会拍摄第二季，两人表示没有听说，但也和观众一样希望有第二季。最后还被主持人要求合唱一段小情歌，两人深情互看，超甜蜜。사랑그것은알수없는나의그리움남아있는나의깊은미련들 yeah.